各位中华新报的观众朋友好，我现在在高雄国际展览中心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光电的展览会，那我身边有一个发明人，然后我们现在请他来介绍一下。哦，你好，我是那个远东科技大学的学生，那这是我们老师发明的东西，那它是一个水塔。那为什么要发明这个水塔呢？因为它是因应我们的便利的需求。那因为水塔基本上它市面上的水塔都很大，那很大在安装过程上面就会比较复杂跟麻烦，还有费时费力。那因应催生我们这个组合式的水塔，那它是一个分层式的水塔，它可以一层一层的组装，因地制宜。如果你想要比较多的容量，那你就可以安装比较多层；比较少容量就可以安装比较少层。那基本上我们水塔中间是一个做一个漏斗状的，那漏斗状是以防它可能卡榫跟卡榫之间会渗水出来，所以我们用漏斗，那中间有一个洞，这样子让水可以顺利的往下。嗯，对，谢谢。这个最多可以叠几层？基本上我们设计是5层。嗯，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设计？因为方便，对，解决我们一些不便利。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实体的东西出来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一个模型的阶段，研发阶段，对，还没量产。嗯，这个实体的话是用什么材质制成？因为我们目前是模型，那未来的话可能会以铁来制成，它这样子可以减少它的制成的一个容量，可以增加它的容积。那同学，请问你的名字？我叫李家俊，木子李，然后绝代佳人的佳，三字旁的俊。谢谢你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一个金属中心，那我们来请发明人来介绍一下。请问你贵姓？你好，我姓谢。我是金属中心产业升级处资讯服务组的专案经理。那刚好我们这边这次我们是单于专案的厂商，以搭配我们这边金属中心的能量，我们开发了一个蓄热式的燃烧切换系统。那我们这燃烧系统它原理就在于说，我把先进气空气直接从原本的30-40度直接预热到接近1000度左右，所以大幅降低了原本是要使用天然气的燃料，大概有40%之多。那整个经济效益算在起来，一个月大概有1000万的一个效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逐步在推广。那除了这个整个在设计的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另外也有提供了相关的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服务，包含说能源管理、环安卫以碳足迹这边，我们都有专门的专家群，以及我们相关的体系群聚都可以在做这一块。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参观，谢谢。那相关的 ESCO 的公司，它大概是在做公用设施比较多。那我们这边，因为我们结合我们金属中心原本在二次加工这边的技术，以及相关金属材料的开发，所以我们还可以提供到相关的制程方面的一个诊断哦。那我们诊断方式跟一般可能还有另外不同的是，我们结合外部的一个公共设施的团队，甚至把相关的一些 ESCO 所需要的资金纳入。那只要说你的整个节能的效益是可以达到的，我们在整个建制初期是以不用收费，但是从后续的节能效益里面去把它拿回来一个方式，去协助相关的一个业者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相关找我们。谢谢。我是中华新报的记者，那我现在来到一个国际会议展览中心，那这边有一个5号南玻璃表面清洁装置，我们来请问一下发明人。你好，我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叶伟鹏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装置是有一个什么的作用呢？我们的装置主要是，它无换能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需要耗电，也不需要供电，它本身靠热胀冷缩原理下去做的。那请问这个有实体的，已经参与到实体的装置上面了吗？目前的话还在找配合厂商，因为我们主要现在是用在玻璃上面，那我们它可以用在大楼的窗户，或者是说这些比较高处危险的地方，主要就是让人不容易去清扫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天棚的话都是比较脆弱，如果人踩在上面的话会容易垮下来。对。那请问这个是用什么原理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呢？我们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像这个铜管里面，我们里面填充了一个比较热胀冷缩的膨胀系数比较高的气体，然后作为它的介质，因为借由热胀冷缩方式的话，让它气体膨胀，推动我们的气缸，带动我们所做的清洁动作。那请问你是什么学校的呢？我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叶伟鹏。